找了一下网上找了就公立的泳池，那三姓这样子交通也比较方便这样，所以去那边啊。有时候我有在准备变性这样，那后来我有要跟他说，那我先换完衣服好不好？因为还好我那个他拉开帘子的时候我泳衣还没有脱，要不然这样子我的隐私是不是全部都泄露了这样子。平常都还好。对对对，平常都还好，他们也是叫我小姐这样都很自然这样。所以昨天事情真的对我打击非常大，因为平常生活上面都是 OK 的。都 OK。检查身体这好像一般人没有这种权利吧，而且突然这样拉开浴帘。到我们救生人员有人发现到他。然后就说，哎，看的那个好像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然后他后来他进到里面去，也是在那边去更衣了，他一直躲在里面了。我叫我们一个女教练进去给他看一下，到底是男生或是女生。我问他，我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对，好。他跟我讲说，他原本是说他是女生，然后我说不好意思，那我想可不可以看一下这样子。那就他就说为什么要看，因为我发现你好像是男生。